急，你就慢吃，你就放袋里边不行吗？你为什么非要抱着他？大家好，我是张爽，姐跟着写再来急的，然后姐老长时间没回娘家了，特短时间，哎呀，我也身体也不好，一直没过来，俺趁你姐姐怀孕了，忙让快添了，结果过来以后，今儿往娘家都放松放松，也正好赶到孩子周六日，给俺弟媳补补，走，买俩白条，走，一顿鸡给谁吃？给舅妈吃。给舅妈吃啊？哎呀，咋的要抱着？我第一回见趁你抱着鸡的来了。你奶奶回家干啥呢？啊，你奶奶，我炖点谁吃啊？让舅妈吃。让舅妈吃。让舅妈呀。让舅妈。让舅妈。不在家，不在家了，一会儿就回来了。哪知道下锅了？他一个鸡的。哪有钱我？一会儿炖去吧，好不好？挤得好炖啊，黄牛大爷，咱这个能用吗？能用都用这个就行。其实我不能用，那没关，那个不能用。我也没啥，能用吗？能用吗？桂喜，你记得七又三五，还是超级，超级啊！想给你多一点时间，给你多一些。来个老抽啥啊？啥？来一，来点鸡精。其实，往往最好吃的还是最简单、最朴素点儿，生怕是你不能吃辣一点。开始上汤了。哎，哎呀，第二遍你把汤尝尝，我都不用吃了。冰糖放凉凉了啊，不用了，冰糖就是。有冰糖的不用烫了，加上开水，开水，萝卜鸡肉，桂皮、香叶、辣椒、大料，来葱姜肉里边，再加上料包，这一铺锅这味儿就窜的了。那这香鸡的有味儿了，大锅炖它一个小时，这鸡的在这早好炖哈，看里边炖烂了糊了，放土豆，女生最好吃。那洗几个烧肉火过来啊，这个火你看，哎香，快来。真香！咱约谁呀？约没谁啊？找舅妈吃，给舅妈吃。来，我特别香那个味儿，多香！我土豆放的也多，呀，肉炖的真烂，这个多吃点肉吧，这个整俩白条。我开饭了，开饭了！哎呀，造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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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呀，开饭啦！又用了，这玩意儿好香，再来一份。好出来，几个鸡蛋呀？啊？几个鸡蛋？一点不好吃嘞。给一个都不行。两个。你喜欢多少呀？嗯，真凉快，一锅炖的香。好吃吗你？给吃，给啥呀？鸡头啊？不是，你不吃。哦。真凉快，有味儿。嗯，今儿别添鸡爪蛋哈。拿了咱白胖，你往这一站，还比你们，还比肉还好吃。嗯，这汤汁真足啊！离远点儿。俩人吃的时候，俩人呱呱往外晕了。不是抓了是吧？赶紧拿馍一开，里边馍里边夹。馍里边夹了一个。夹了一个。那不是，别都竖着好了，他看不见。都是一人竖着那了，他给一人。不卖白了，有了。你以后得吃馒头都有阴影了。那没想到里边夹的了。呀呀，真是的，真敢。不来不来不来，家人。